身为纽约人，我哋凡事都喜欢快速行动，而涉及到 COVID-19 嘅时候，一切都在于快速行动。如果你出现 COVID-19 症状，要快啲接受检测定治疗，尽早开始治疗，效果先至好，能帮助你避免重症。所以行动要快，尤其是如果你已经年过65岁，或者系有基础病。请致电你的健康照顾提供者，或者212-268-4319了解检测和治疗的选项。要切记 COVID-19 疫苗依然是预防重症的最佳保护，请立即造访 nyc.gov/vaccinefinder。